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到宇人园。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讲一讲关于风水的这个话题。我们过去呢几年有用一些八字易经来去判断，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活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的这个就是八字啊，命运啊，甚至乎呢我也预测过过去就是这个2020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大选。那当时候呢，我是批，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呢会胜出的。那今天呢，就是有已经到了快要4年的时间了。那有很多的朋友呢，也都一直在追问我有没有预测，有没有一些我在过去的一两个星期里边，差不多有将近十几二十个朋友都回来就问我了，说有没有可以预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八字他们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那我可能会稍后一点点，因为要花一点精神。那这个今天呢，我就想要跟你们讲讲关于就是一些风水的一些话题。在这个风水上面呢，我想要讲的是关于这个我们湾区我们住的地方。湾区里边呢，它属于就是比较靠近海在海边。我之前也都讲过了一下下，就是如果是在海边的话，我们相对呢这几年这个运势会比较差一点点还有如果是你的区你住的地方或者是你的城市有一个水的名字在里边，比如说 ocean 啊，比如说 river 啊，有一些之类的那有这种水的状态的话呢，或者是你真的会看到一个湖真的会看到有一片水在那边，都相对的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差一点点。那什么地方比较好一点点呢？山上面山的地方，土的地方可能相对的会比较好。那现在又进入快要有连续的3年的这个火运，那又是这个九紫离火运，那这个火呢必须要纯，那纯净的话呢，如果它没有跟这个水冲的话呢，那可能会比较更为妥，更为好一点。那也要看你的命运不是说你的命运呢要火的话呢，你就一定在这个火运一定会很好，要很详细的去看。那我们想要讲的就是这一集，有些朋友他问我，他们要做生意，那做生意呢，他们想要选一个店铺选一个适当的一个地方来开一个店。那这个比如说他开一个小小的餐厅那这个餐厅呢会不会说，或者是开一个波霸奶茶，那这种餐厅啊奶茶店啊，是不是就是说方位可以的话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首先呢，我通常看要回到所有风水要入门之前，先看这个人的八字，就是这个人呢他的命运他的八字在这几年呢适合做生意的，他的命运适合做生意，他的运气也不错的，那他呢去到某大部分的地方呢都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如果他是没有这个运势，他的运很差他的命也很差，那他也不适合做生意的话，那去到任何一个风水好的地方都不会做得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在Oakland 的这个 Chinatown， 在中国城那边有一家港式西餐，我不讲名字了，但是呢你们应该会知道的，很生意非常好，做了几十年。那这个生意这么好的港式西餐，他其实前身的他是在另外一个店，就是他现在是搬了，变扩大了，扩充了，但是以前呢他是在隔壁的一个店，在隔壁的那个店的时候呢，他的生意呢非常非常好。那他拿现在的这个店之前现在这个店呢，人家说呢是一个死位来的这怎么做那些生意呢，都做做关关。但是他呢搬过去之后，他非常大胆，搬过去之后呢，他呢这个就是卖港式西餐的这个餐厅呢生意还是一样那么好。那反而呢他之前做的那个地方，他人不在那边了，他的这个之前的店就开了一家日本餐其实我这样讲你们大概都应该知道是哪一家。那这个日本餐呢反而呢他的这个生意呢非常非常差。
主要呢是你这个人啊，你在哪里，你怎么样去管理它呢，带动这个地方。人可以改变地运，有时候啊，如果你强的话，人是否会完完全全顺应着这个地运，被这个地运呢就接收进去，然后呢不能够去变化它，克服它呢，很难说啊。有的人真的可以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去选一个店啊，在一个街啊，我们说街呢，有很多时候啊，去做生意，看一个做生意，不管是做生意或者是买房子啊，你买自己的家的房子都是要看这一点。是怎么样看呢？就是你看你这一边啊，你要去买的这一边是否很旺啊。你要有一边，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店啊，它的这边是花店，那边是餐厅，这边是波霸奶茶，每一家都生意都排着队的，那你就看一下对面，你就看一下对面，对面呢是否每一家都比较清，比较冷清，比较淡一点，那而且呢还有一两家空铺，那这样就很注意了，这样就很小心。我去到 San Jose 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很明显，非常的明显啊，去到南湾一点点的一些地方都非常的明显。那条大街叫 El Camino Real， 那有人呢就是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阴阳街啊，一边阴一边阳，那也是有很贴切的。为什么呢？有一边呢他是开餐厅的，做很多的生意的啊，小生意啊那些，但是对面呢有什么呢？有殡仪馆，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好。那是否每一条整条街，你说哦，我这一条街就是这样了啊？坐南向北，或者是坐东向西，那整个街都是一样风水？不是，千万不要误会啊！一条长长的街，一条长长的街，它有可以分开几段，说不定这一段这一边比较旺，但下一段下一边比较旺。所以我们看风水，这个不叫说这个完全是方位来影响它，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人的命运，还有他的运势。运后面就是势，做任何的生意，做任何东西都是要有一个势。你的这个势头不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不能够接着，我今天我在这里开一个店，我势很好，我就开两家分店，开四家分店，你这样接着下去你可以赚很多的钱。你的势在你的身边的时候，那你就要乘胜追击。你的势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追，不要去强求，对吧？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个运命运还有运势啊，在里边。那整条街有时候为什么这一边特别会旺呢？这一家店连着这一家排着队，又连着一家啊，刚刚好他旁边又有个 parking， 然后这一条街的这一边非常的方便，那些人一看到哇，这个店又是他那家的店，又很不错，这里又可以坐一下，这里又可以停车，一条街这一边都非常旺。但是呢到了下一条街又没有了，这下一条街之后对面呢反而有一个小小的 shopping plaza， 这个有个coffee shop 啊，有个 Starbucks 啊，有个什么，然后那边又反而比较旺了一点点了，那边又有一些办公室啊，又不同的类型的一种旺。那办公室的人呢在下班的时候呢，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就在那边买咖啡喝啊之类的，这样。所以你看一条街它不一定说在这一段就是很旺的啊，这一段就是不旺的，那不要这样去用一个推论啊来去就是把它评定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很多很容易出错。那我们会怎么看呢？就是我们说三重成党啊，凡是任何的东西只要有三个人，我们算八字也好，三个天干，三个都是一样的啊，那就聚成党。成党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力量就变大了，不是成三的这么大，而是可能成九那么大，它的这个力量呢就突然间就变得非常非常多了，非 multiply， 就把它倍数的这样去就是增加起来。
那所以我们看，如果是在一个地方有一两家店、三家店啊以上，它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旺的，一定要把它聚在一起了，因为它的这个势，它这个旺就同时间一起给这些人都带起来。那我相信这些人都肯定是在走运，那你把自己放在一些走运的人当中，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些不走运的人当中，对吧？这也是做生意里边这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看这个街，有的人就说我要去这个地方，只要看到阴阳街我就站在好的那边就对了，没有错了， OK， 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再看你的命运，不用看你的命运合不合适这个方位，而是看你的八字里边你的运有没有正在走运，这十年有没有一个做生意的这个运啊？会不会说你根本就不适合做生意，你的命根本就不适合做生意。有的人命比如说他八字他的命里边就是这个叫丙火啊，丙火命，丙火命的人大部分都不适合做生意的，大部分都适合就是做一个看管的。但是丙火命的人又喜欢做老大，他们说我要做我就做，但是他们又不懂很细心的去看待每一样东西细节，所以他们老是失败，做任何生意都会失败。那很多时候呢就是有看这个人他适不适合做这个生意的。有的人他天生就是爱做善事，把这个自己的都付出出去啊，比如说这个癸水命的人，那他这个命很爱就是做善事，那 你让他去做从商，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商业的商就也等于是伤害人家。我们八字里边讲克则为财，就是克住对方那才会有财，当你去宰杀一个牛一个猪你才会得到这个收获，你伤害了对方你自己才会得到收获。当然我们从商的也要适可而止，要得到一个balance， 不要去做太多伤害了人家对方的，而可以换回来的就是能够自己能够可以把赚到的又回馈给这个社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走很远。不然的话从商的话呢会可能累积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水上面来讲最重要啊，要看自己的运有没有一个运啊，你的运在里边呢你可以就是从商啊，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然后后面呢再去找这个师傅啊，或者是你自己都不用找师傅了，你就看看方位，然后看看这个店，看看这个店之前它的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是否一直都做来来回回都换了很多手的老板还是做不起来，一定有他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不用去考究了，很多的都是已经写在里边了。比如说你一打开门看到对面的这个生意非常非常好， 就正对面，那你的这个店的生意呢永远都是做不起来。太多的这些东西都印证了，你不要去强求，不要说我就是不信，我就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爱好理念，把我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我这么多年都想要发挥的我的艺术放在一个生意里边。生意跟你的爱好嗜好是完全两回事，生意是一个工具可以用来赚钱，随时都不要存在任何的感情，然后可以去就是用它利用它来赚到你的这个需要的钱，然后呢随时也不用说担心说我会不舍得它啊，要不舍得放弃不舍得放手，没有用的时候赚完钱的时候就是放弃，这个就是商业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一个艺术品，你要做一个自己理想的东西的话，这个就不要把钱放在里边了，这个就完完全全是付出出去的，
这是完全两回事，这是商业跟艺术的两个不同的分别。但是很多人就混淆，就是他们不懂得分开。很多人就是想，我做一个生意，我就想我把我的这个喜欢的东西，我美好的这个我的一个画面放进去。有的人说我就是想要把一个地方拿回来，然后做一个很漂亮、很壮观的一个艺术厅，然后让那些人可以过来。但是我一听我就说，艺术厅根本就没有人要来的，你很少人会来的。你要做一个能够给到人家服务的，比如说你做一个为政府服务的，或者是你做一个比如说餐饮啊、学校啊，现在都是需要的东西。但是呢，天干它固定就固定了，它的这个属相它是这个木。水火土啊，它就固定。但是呢，你看它的地支呢，不是的，它地支里边有寒的，有藏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寅木啊，它里边有藏啊。比如说它的乙木里边它也有藏。比如说它的土，它里边这个地支呢，就是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卯戌亥。这个每一个地支里边啊，有很多呢，都是有藏干，就是藏着它几个不同的这个天干在里边。它藏在里边的时候呢，它就有暗中呢有一些变化。它不是说摆明的变化，但是它跟另外一个字就比如说子跟丑一合，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它就会有一个特定的变化。所以这个叫有情，有情之合，或者是有情之行，或者是无情之行，或者是冲或者是背，或者是克之类的等等的。那所以呢，它在这个地支的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世界里边，都会反复的出现了很多我们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一些东西。那在这个天干上面呢，给我们的就是那么干净利落，但是呢，我们自己能够在里边去发生出来的、变化出来的、慢慢延伸出来的东西，又变得更复杂了。那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去综合去看，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起步？这几年呢，如果要去做生意的话呢，除了饮食都是别的东西都是很难做了。那有很多的人，他们真的没得做一些娱乐性的，也是还可以。有些你会看到，有些地方他会给小孩子进去打游戏的，戴个眼罩，然后在里面模拟的，在里边打游戏。那如果你要开一个店，比如说在里边是，它有很多机器是让人家在里边模拟的开飞机我相信会有生意的但是生意会不会说非常好呢？不知道。有一些给小孩子玩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看到了很多的，比如说那些什么大的 Dave and Buster 1-1之类的，那这些呢都是小孩子他们可以进去里边抽奖玩电动玩游戏那很多的已经开出来了。那会不会饱和？会不会被这些大的就是垄断了之后呢，小的没得经营呢？也不一定。小的，因为你价钱相对比较便宜的话，你还是有你的一个生存空间。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多少在美国可以开一些什么样的生意呢？我相信真的会越来越少，因为很多的东西都已经被高科技呢完完全全的垄断了。除非呢，你就是开一些地方可以做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服务站，比如Amazon，它呢有需要退货比如说你上网买的东西你要退货要寄要做些什么，中间呢帮他做这些邮寄的交通的或者是服务性的一些东西。那还有什么是人必须要的，最需要的做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生老病死里边，再加上这个结婚或者是这个殡仪这些里边，还有这个 healthcare。那你们会看到这几年呢，这个大行其道，现在有好几家在全个美国都开了，就是一些不用你去，你没有 healthcare 都可以 walk in，就是你没有这个健康保险，
你都可以直接走进去，然后呢，你就跟他讲，我只有个身份证，我需要看个医生，今天因为我哪里不舒服，麻烦你给我个医生，他会马上直接就给你了，24小时都开，马上就会有，那收费会比较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他会给你尽快就有这个服务。现在的人太多太多出问题，很难也找到医院，很有真的不是说每一个美国人都有这个所谓的 health care， 所谓的这个健康保险。美国这几年非常非常失败，对于健康上面，比如说弄个什么 Obama Care 啊，弄个什么，但反而呢，导致到了美国的人民呢，越来越少的美国人能够真的享受得到这个美国的一些就是健康服务。那所以呢，做这一些也是一个生意上面的一环。那所以我们看，如果要选择生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饮食的话呢，一定要看得很小心啊，一定要看得很小心。我们呢就把最重要的综合，我们看最重要啊，要2024年呢进入了这个九紫离火运，然后呢慢慢先观察一下先。因为很多东西呢，你会看到一个挺 OK 的状态，可能我是预计2024年不会太差的，就平平稳稳的这样。除非呢会有一些天灾，之前几年呢是人祸的年，但是呢2024年呢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天灾。然后呢在2024年之后呢 ,2025,2026 反而会很差。所以如果你扔了很多钱想要在后面两年可以回本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做梦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你就省着这个钱做一些更小一点的生意。如果能够短短的短线再一开起来，比如说卖个糖果啊，卖个什么，不用很多的装修，你都可以不停的赚点钱赚点钱。那到2025、2026的时候还可以保存着这个生意继续的来经营它，那是最好的。那所以希望迟些我们再可以慢慢跟你们谈。记得啊，我的频道已经在 YouTube 上面，在 TikTok， 在很多的频道都已经有了。你们看到的话记得要 like 啊， share， 要 share 出去给大家，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听一听啊，了解一下。因为我这个频道呢不是商业的频道，不是说你给我这个广告费然后我来讲，我已经做了差不多将近有5年的时间，这5年里边呢有很多的人也支持我，有一些商家也会支持我，但是呢我没有说很刻意的强求，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多一些人能够知道在这个美国华人圈里边还有一些不同的资讯可以让你们就是发放出去。那所以多多支持，请麻烦大家下一集的话呢，如果你们喜欢的随时可以发个讯息给我知道你们想要听些什么，算算八字啊还是怎么样，大有渊源都会在玄学或者是在这一些比较深度高一点点的这一些话题里边呢，就是我们会多探讨。好，谢谢大家。